您现在所收看的是112年基隆市市长杯全国健美健身锦标赛男子新秀古典形体组，而这次我要介绍的量级是男子新秀古典形体171公分以下，这个量级只有三位参赛，这三位分别有陈嘉宏、吴舒翰、许宏凯。那当天结果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当天的比赛片段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男子新秀古典形体171公分级的比赛。好，总共有三位选手，请大家官将选手带上台上吧。介绍到你的时候，麻烦把古典你最喜欢的动作做出来。381号陈嘉宏，382号吴舒翰，基本线听力听 L， 384号许宏凯。好，你的选手可以先做四个转身动作，第一个正面预备起身。四分之一向右转，四分之一向后转，四分之一向右转，好，四分之一向右转，面向裁判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请发动气枪彩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，空的腹肌。好，大步迈式。第二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。背面双手，后背的屈伸屈伸，第二个，哎，大步迈式。第四个动作，侧面后俯三头肌，屈转向侧面三屈伸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真空缩步。双脚把双脚贴紧地面直立，好，我们进行指定的动作，遵循指定的要求 ，Back to pose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正面，二分钟五十三。第七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，背面双手，
第四个动作，侧边重心，上，屈膝。第五个动作，正面再次的腰椎重心，正面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正面。第七个动作，选手自己的经验。第十个动作，他自己的错误。好，谢谢选手，请放松。接下来。进行一分钟，请我们的选手们退到舞台上后方。好，请381号陈嘉宏选手在我们的舞台 C 位的位置 ，DJ 站。第二位选手382号吴舒翰，来自 Team B Team L DJ Drum。谢谢我们吴舒翰选手，一个好的 posing 可以增加很多 IG 粉丝。最后一位选手，384号许富凯选手 ，DJ Jump the Bay。粉丝今天又要暴涨了300张。好，我们三位选手请往前，我们裁判来到我们第一条线圣光最佳的位置。
现在我们裁判再严格严谨的再评判我们，再好好的加总的分数。好，我们裁判评判完成，谢谢我们台上三位辛苦的选手，谢谢三位古典形体的选手。好，紧接着是我们男子新秀古典形体一七一姐授奖给了三位顶尖的选手，请我们代表官将三位选手颁奖给一些劳碌。颁奖嘉宾刘伟顺女士，我们事情不会只做一次，我们有了很多事情。稍等一下，衣服不用穿，因为待会要脱了。对对对，好，第三名，也就是季军，380号许富凯，冠亚军。稍微瞧到我们的C 位的位置，有两个人平分C 位。对对对。好，请摄影师一定要捕捉我喊亚军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的脸会很爽，一个人的脸是哇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最喜欢捕捉了亚军，381号陈嘉宏，恭喜冠军382吴舒汉 TBTL。其实三位选手都很棒，你只要站上舞台，你就已经战胜你自己。你不再是那个躲在厕所摆 pose 的人，你已经站上舞台了。好的，我们三前三名都有奖牌，布灵布灵，叮叮咣咣。如果你拿到两个奖牌，就可以咔咔咔，就会很大声。好，请我们的领药组澎湖的副主委颁发我们红牛冲金营养品。好，请我们两位颁奖嘉宾进行合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手上都尽量不要有东西，才可以摆我们的古典动作。好，我们因为我们颁奖贵宾，让我们的正面双手攻二头肌，好吧，再秀一下我们的四头。哟，我们架开别人吧，来架一下，架一下，这边强三鼓励一下啊！来，30秒，29、28、2秒，1秒钟，抽筋的，没热身直接二头肌会抽筋的。好，谢谢以上三位选手，还有颁奖嘉宾。以上是我为您介绍的影片，想要认识更多更好看的健美比赛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与频道，我会在每个六日首播。